说这个最近呢，这河南焦作的马先生啊，正在给家里的阿拉斯加犬剃毛啊，还细心的呢，让这个狗狗站在了一张小桌子上。这没想到，不到1分钟，这桌子的小身板啊，就承受不住咱们大型犬的重量了。剃的时间太长了，腰有点酸了。然后支了一个桌子，让它站到桌子，刚站上去1分钟了，桌子就压塌了。当时也是吓得一激。你看，哐当一声，阿拉斯加是瞬间趴倒在地，给狗吓一激灵啊！这两条后腿呢是可劲儿的蹬啊，这看着是又可爱又有点好笑啊。狗狗自己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你说这位大哥，你家狗什么吨位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这狗狗太胆小了，不行啊。不过呢，要像下面说的这只狗一样，这没心没肺，它也不行。说最近呢，在湖北宜昌，男子呢跳河救自家落水的狗狗，不料自己啊却被急流冲走了。这危急关头得救的狗狗可没管这套啊，爬上岸早撒欢的跑了。该男子和自己和金毛在河边玩耍时，然后金毛就不小心落水了。他为了就去救自己的金毛，自己落水了。金毛后来自己上岸下水。哎呀，我的天，差点死了。无情的狗子，主人是一片真心救你，终究是错付了呀。不过呢，咱们换个思路啊，这狗狗上岸跑走呢，说不定是去搬救兵了呢，对不对？咱们提醒大家伙啊，说狗刨狗刨，这狗狗一般呢都会游泳，咱们还是轻易的不要涉水啊。